你干你娘，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他们黑不不熟。那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。他们黑不不熟。有没有看那个中国有嘻哈？有。有没有谁会模仿一段？我。来来来 ，freestyle 一下。跑车嘞，想要一辆法拉利。哦，再来多一点。想要钱，软妹妹，全身的都给靠五个疾病。我问你，你想不想学泰雅语？为什么不想？没。好，那你呢？你想不想学泰雅语 ？I 不想。你不想啊？为什么 ？I don't like。我想在五大师，我想在五大师 ，BB 里面一辆法拉利，想要钱人民币，一切都得靠五大师 BB。谁会唱歌？我会唱歌。五大师 BB 我啊，干你娘鸡巴！操你妈的吹喇叭！五大师 BB。自我介绍。简世凯，我来自简世乡。我喜欢开冰箱，喜欢开冰箱，喜欢打手枪，我喜欢打手枪。我操你妈鸡巴！所以赶快来帮我吹喇叭。比武大师伯格，比武大伯格。伯格是什么？伯格是你的懒觉，比比是女生的比比，懂吗？哦。管呢？还要说吗？这个最有名的。你别听。五大师比比，干爹娘，哎，国骂哈，阿美族语怎么翻译？阿里半福音呐，你说，阿里半福音呐，你说。
剩下的文字单字的话，只剩下100多个字而已。100多个字。对，因为以前流落的部分有没有，有的都没有保存起来，然后一些祈祷有没有，都已经过世了。鲁港甲兵，鲁港甲兵，更温机，更温机，杀人不超是没有，无度吗？老家茶来黑老路音，一束花啦，一束花啦，一束花啦，一马哈马阿姆，一大娃呀你家阿皮马法路，是有马布娃，老家树娃娃，花一束海岸，一大一马法，是的是北归。老黑本阿三，怎么落寞？我要欢迎。不要怎么弄，是个烂故事。我那啥意思？我那啥意思？花束花纹，我那啥用么？又偷脸，你一直看葡萄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一直跑就好了，要看这边干什么？要看吗？小心脚！不要问他呀，你谁呀？哎呀，我今麦当你电话了，你怎么搞的？老板们，加油！干爹娘，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他们黑不不熟。那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。他们黑不不熟。是怎么讲？怎么用？考这样考试啊？哦，为什么会有这种考试？我第一次看到。因为我们现在是比较专注于那种身体上的探讨。哦，身体。这个什么时候变成考试用这个手势？因为看到这个的时候，就是一个专业的手势，像嘴巴也是有专业的术语。哦，
手去抠鼻，那个抠鼻怎么讲 ？QQ 啊，不给 ，QQ 啊，再一次，再一次慢一点 ，QQ 啊，不不给 ，QQ 啊，不不给 ，QQ 啊，不不给，哎，哦，非常抠鼻，啊，嘴巴的怎么？嘴巴是这样，这样，然后有时候这样，不要乱讲啊，再多一点，看有没有更灵活的动作。更灵活的吗？这样。对。哎呀。前戏舔 B 哈，舔那个 boogie， 那个舔 boogie 怎么讲 ？Nuts nuts to boogie。啊 ？Me nuts nuts to boogie。Me nuts nuts to boogie。哎。哦。好了啦，差不多了啦。再做一次那个刚刚那个考试嘞，再放在脸部上面。比脸部的考试这样。嗯。你怎么那么强？太小啦！我有 A 级这样执照的样。你应该是国宝级的。我刷牙都用舌头。干爹娘，国骂哈，阿美族语怎么翻译？阿里班归纳，你说阿里班归纳，你说。
你干爹娘，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他们黑不不熟。那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。他们黑不不熟。装傻，那个装傻的如果话怎么讲？装傻，啊，装傻，假装不知道这样，你就卖 gay 啊？那个装怎么讲？Menangi ni kerja。Menangi 是？Menangi 假装。哦，假装不知道 ini kerja。Ini kerja。Menangi ini kerja。Kerja。Menangi 是假装的意思。Menangi ni kerja。Menangi ini kerja。是啊，哦，门囊一 BB 叫 gay 吗？啊，哈哈哈哈哈！门囊一 BB 叫 gay 吗？啊，哈哈哈哈！门囊一 BB 叫 gay 吗？啊，哈哈哈哈哈！他们现在讲说 gay 就是又假又鸡掰，叫门囊一 BB 就 gay 吗？可以这样翻吗？不行不行。五度沙印图案，五大师比比，五大师比比，比比五大师，比比五大师，五大师比比，比比五大师，五大师比比。
进来。翻译哦，这就帮你先听我讲啊。我们就补救啊，这个最简单。人家讲三个字概念，我们太想补救。没有，就这样字面上翻出来怎么？干你鸟哈，九问雅雅术。哦，超级掰要怎么翻？超级掰是九问比比。阳痿怎么讲？可是我不懂哎，没听过，我也没经验。那个。那个，做爱怎么讲？英文是 make love 那个做爱。make love 对。Yeah, OK。啊？酒肉。你直接讲吗？先大声点。酒肉。酒肉。给。啊，再一次。酒肉。酒肉。那如果说那个有时候他们两个瓜牛会在那边交配哈，那个黏在一起，那个交配怎么讲？可是发出那几个卡住。哇。嘛叫 jig jig jig。哈哈哈！哈，我叫 Jig Jig， 你这我对呀、啊。嗯，在叫骗子说话呀，那个叫罗罗。大哥，在叫骗子说话呀，那个叫罗罗。大哥。干爹娘，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他们黑不不熟。那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。他们黑不不熟。
的时候，吴大师比比，吴大师比比，这他姓吴的大师啊，他妈妈叫啊不，他的老婆叫比比哎，啊。他姓吴叫大师，啊，吴大师，太太叫 BB， 吴大师 BB， 夫妻，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咸康利，好，叫做吴大师 BB。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，啊，真的吗？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？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。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的？对，海绵体的啊 ，BB 是洞口。对，桃山村的，不好意思，扯远了。对，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？干爹娘，哎，国骂哈，阿美族语怎么翻译？阿里半古伊纳，你说阿里半古伊纳，你说。半古伊纳，你说阿里半古伊纳，你说用手去抠鼻，那个抠鼻怎么讲 ？QQ 啊，不给 ，QQ 啊，再一次，再一次慢一点 ，QQ 啊，不不给 ，QQ 啊，不不给 ，QQ 啊，不不给，哎，哦，非常抠鼻，哦，好了，吹喇叭怎么翻？吹喇叭，就是女生帮男生吹房啊。哦米这不是帮啊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米这都帮啊。男生那个自卫打手枪的动作怎么讲？米苏拉苏的啊，米苏拉苏的。你们那个做爱怎么讲？米阿里，米阿里。哦，很爽怎么讲？阿苏埃。A 片阿美族话怎么翻？阿里拜都嘎苏。阿里拜都嘎苏。
出。干爹娘，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他们黑波波手。那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。他们黑波波手。那个安全性行为哈，那个做爱布隆族话怎么讲？德鲁古叫登木，我要问这个字，忘记问了。以前我会只问那个，我只问那个哈达斯跟哈比斯，忘记问那个做爱怎么讲，教一下会。快点！等一下，我不好意思说。介绍母语，快点，那个。安全性行为就是不要乱做爱，那个做爱怎么讲？做爱应该是……你那么大声干嘛？理解点，不好意思，我不好意思。怎么讲？不好意思，回答，去 Google 一下就可以了。不是教一下，我忘记了，我好像忘记问这个字。应该是拔胡须吧？拔啊？拔胡须？拔胡须？拔胡须？对，拔胡须管。拔胡须？哦，好，学到学到。哎。金色、蓝色的讲法不一样吗？我没研究嘞。好，你下次帮我多请教几个哈。好。胡林朗哈。干爹娘，哎，国骂哈，阿美族语怎么翻译？阿里半古伊纳，你说阿里半古伊纳，你说。
关了，卖直接累的，直接在拍，不要太教练，卖二的，不要平，老不见。快点啊！老子，站！嘿！你犯贱！我不屑！你犯贱！我不屑！干你娘！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他们黑不不说。那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。他们黑不不说。干你娘啊！怎么翻？我们阿美族叫达拉，妈妈阿里不哭给伊那一束。叫干你娘！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他们黑。不不熟，那再帮我拉长音是超级掰，那怎么翻？超级掰直接翻就俺都来不记啊！干你娘！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他们黑不不说。那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。他们黑不不说。跟女朋友开玩笑，你是没有被我的懒觉打过吗？怎么讲？我这个我不太干净，你是为什么？没杀书乌达斯姆，这样吗？没杀书，不是，等一下我先问一下，没杀书神宝乌达斯姆，这样啊？神秘宝，对，打一个字，没杀书。神秘巴，神秘巴，五德斯姆，这样才可以。梅萨苏，神秘巴，五德斯姆，你是欠我的懒觉打。对哦。五德斯比比。
干爹娘、国骂哈，阿美族语怎么翻译？阿里半归纳，你说阿里半归纳，你说。
比武大师，武大师比一比。预备，好，开始。武大师比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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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武大师比比。乌达斯比比，乌达斯比比，乌达斯比比，乌达斯比比。还没吗？我的，啊，讲讲。乌杜沙印杜干，乌达斯比比，乌达斯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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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Udas pipi udas yo, udas udas pip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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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das, udas pipi pipi udas, udas pipi udas y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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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五大师比比比比，五大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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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大师比比。比比武大师。